再看一下中间前方，好，中间黑色衣服这边，谢谢。来吧，右手边看一下，右手边完后再帮我看一下左边，谢谢。 好，再看一下中间，谢谢。中间 ，OK 吗？好，右前方再帮我看一下右手边，已经 stand by 了，准备好，最后组牌。好，这我拿到了吗？哎，好，不好意思，左手边再一下下。好，谢谢。大家好，我是 BCW， 今天到金谷，谢谢。 BCW 这次拿下的是我们 TFM 的频道声猛男声。是，我们其实在这个华语台上现在的这个音乐类型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也为这个华语乐台注入了一股非常不一样的有很多的选择可以聆听。是，那这一次我看到这个最近 Facebook 上面好像几乎都是比较多的校园演出，哎，是没错，听说这个校园里面也是拥有了超高的人气。 因为现在大陆很多学生都听嘻哈音乐嘛，是没错，刚好这个时代我也算属于 hiphop 时代，所以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向大家展示，属于台湾的一些 hiphop 音乐这样，我觉得可以参与在其中，很开心。不过这样子说到了，因为去年发行的是首张专辑，是，那因为其实每一个创作的歌手的这个发行专辑的速度稍微有些不太一样，是，我想问一下，哎。 BCW 是属于那种，我也是啊，写歌写很快，就是随时就可以想到的那种，还是通常我会喜欢慢慢的做，然后一定要觉得自己都满意了再推出的那种。基本上都是自己觉得满意，但是有时候创作的东西就很抽象，就是很像你从冰箱拿一罐那个番茄酱，就是冰的太久很难挤。OK， 但你如果你把它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又很顺，然后就一次就出来了，就这样，大概类似这样，有点抽象，可是我觉得就是自己的状态在对的位置，我相信。 创作本身并不是难度在高的事情，主要还是希望有那个好的能量。那我刚刚听到，其实在这个晚出场的时候啊，就是哇，听到这个东岸，好像感觉很多人都还蛮喜欢你跟其他歌手合作的。听说近期也会开始跟一些这个跨界合作，像跟很多艺人合作。目前是有这个计划，但这边就卖关子，找了几个非常厉害的女生的 vocal， 然后也有一些男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接下来陆续就会跟大家见面。所以是会在今年就可以等到吗？基本上6月。 跟7月都会看到，哎呀，太棒了！所以整个夏天我们都可以用 BCW 的嘻哈音乐来陪伴我们，度过这个非常性感浪漫的夏天，有没有？好，今天也谢谢 BCW 特别来到我们天台的频道流行乐奖，谢谢。